最近有跟耿如联络吗？没有呢。因为前阵子焦哥又出题了，然后有受害者增加。哦。有40多位。哦。天哪。哎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好好的处理跟去面对吧。你最近有关心一下大牛哥吗？就是他跟侄子之间的问题。其实我都是看新闻才知道，因为之前有拍电影跟大牛哥合作嘛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做 YouTube 的时候，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少碰到了，就在有一次金曲奖，有时候我帮他录了一小小段，对，这样子而已。那我其实事情不太清楚，我都是看媒体我才晓得，我也因为现在可能心情都很乱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，对，过一阵子再来联络他们一下。姐最近有跟耿如联络吗？没有呢。最近都没，因为前阵子焦哥又出题了。啊，是啊。然后有受害者增加。哦。有40多位。哦。天哪。哎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是好好的处理跟去面对吧，一直都没有去打扰了。我觉得让耿如冷静，然后因为传了讯息他不回也不好意思，但他的心情一定没有很好，对，所以我也很心疼，所以我只能说以后吧，以后或者有碰到的时候再给他一点温暖，抱抱耿如这样子。